在近日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，吴谦大校回答了部分记者的提问。其中有一名记者提问称，中国红旗九在消失了几天后再次现身永兴岛，越南外交部要求中国立即撤回军事部署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？吴谦大校只说了一句话，西沙是中国领土，必要的部署完全合理。此回答可以说十分的高冷，也从侧面表现出对小国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十分不屑，没必要多费口舌的进行解释，说多了只能是浪费时间。越南这种研修飞机都要请印度人帮忙的国家，哪里来的勇气挑衅我们呢？这还得从美国说起，虽然越南的背后有没有美国撑腰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浑水摸鱼的事还是能干得出来的。而此次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，正好是在美国被我们红旗九导弹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。我们知道六月初的时候，外媒报道称通过卫星图显示中国在永兴岛上部署的红旗九消失了，这一下让美国人高兴得不行，认为是自己的警告起了作用，并且蹬鼻子上脸，又提出了一些十分滑稽的请求。然而没过几天，红旗九又回来了。有关专家认为，这可能就是一次对导弹的例行维护保养，和撤走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点小事都能让美国拿出来炒作个没完，可见美国在海域问题上的心态只能用气急败坏来形容了。越南窥视中国西沙群岛的用心世人皆知，也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赶紧刷刷自己的存在感，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。如果能像菲律宾一样正视问题，我们欢迎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。如果还认不清现实，那么导弹朝向哪里就不好说了。南部海域归属的问题，中外均有文献详细记录，并不是一些国家强词夺理就能改变了该片海域属于中国的事实。早在2012年，国家已经撤销了相关地区的办事处，成立了三沙市，而永兴岛则是市政府所在地。永兴岛上除了红旗九以外，机场经过多年的建设，现在也已经非常完善，具备轰 6K 等大型飞机的起降条件。在轰 6K 首次降落在永兴岛后，就有专家表示，之所以选择永兴岛，就是因为战略价值非常大，满弹起飞可以覆盖越南全境，威慑力不言而喻。